现在剩下的比赛已经不多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最后的几场比赛分别是沙盟对陈文俊，陈文俊对叶枫，赖霸对沙盟，以及成龙对小孩，就这四场比赛了。打完之后将会迎来九七的半决赛。好，陈文俊、沙盟上场。好，双方好像是表示直接开始啊，就不去耽误任何的时间。因为赖霸用的这几个也是陈文俊的主力啊，八神、克里斯、大门。对，九七的话，大概会开始两场半决赛的两场。先打两场半决赛，然后再打街霸二，打完街霸二打九七的组队赛啊，打完组队赛以后的话，打九七的决赛。今天应该是个这样的顺序啊，当然当中啊会穿插颁奖。好，前走一个远地，前冲一发，小一靠地，直接一波五连跟上，漂亮。两点下逼，一波反转脚。好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掉血还算蛮多的，两套连段，半血就没了。哎，漂亮，连续两个 AB。好，跳 B， 想先走到逆向，然后踩一个下路的位置。后撤，前逼六逼，升龙两段，直接，好，重拳一个反转臂，好，升龙没死，王诺一波，刚才估计是不能打，直接死掉了。近身高点跳跃，直接钢器拉开，好，后退一波，近身滑铲，好，双方最后的大门内战。前冲一拍战壁，直接防下空，哇，下 A 单独的超杀确认，先下蹲等一拍，前左一发之后怎么打，不断的小跳 A， 好吧，上门因为最后一丝血啊，陈文俊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分。八神对八神，近身前冲小影跳，好一波连段晕了，这套晕了，但是打不死啊，跟超杀就能打死，刚才的话用葵花肯定打不死，选择的不留气啊，啊，先把人弄死再说。好，双方第二小局精神前冲，好，下逼做一个下路的试探，后退一波，往前面压制，六逼防空，战逼，刚才刚好是破防啊，这一下，那破防两个人的位置会拉开，晕了吧？好，直接打晕，两个人都被打晕，这一波沙盟被八神打得有点惨啊。
好，因为酒吧的话，这两套必须要打满啊，才能够制造足够的晕值。前冲，后撤，站 A， 正正拳。好，下 A 试探性的跟进一下，前跑，跳地防空。哎，漂亮！三 C 跟一个摘星手。好，前跑一下，下 C 距离太远，一个反转圈的三连，落地逆向超杀。好，陈文俊是已经领先了两分，目前来到了他的赛点。沙蒙输了两把以后，换上了他的之前翻盘成功的关键角色，换上了李良。好，他这个波是不太好跳的。好，进身下 A 下 C， 空中截空，谢峰追了回来。好，进身小影跳抛动手。前跑跳 B 虚晃一下，下 A 跟进，前冲一个正向，这次猜错了，因为他之前是蹲姿倒地啊，他以为陈文俊会来一个小跳百合折，所以用下 B 来破，这个没有猜准了。前跑跳 B， 好，下 B 一波。好，近身一个反转臂。好，八神残血拿下游斗。好，近身刚再次发波，这个位置沙蒙已经猜准了，他只要发波的话就能够把这个技长出来，所以沙蒙选择了直接前行小跳，完全不给他把资源长出来的机会。跳 C 落地下臂两点。好，后跳下位置，而且克里斯也不能随便刚 CD 啊，他我记得很多人刚 CD 的话，他也是会被刚空，然后再给对手制造一定的破绽。好，前中跳 B， 进身反向关在了板边，低头怎么打，后撤直接拆头成功。空中一发逆向，前跑一发流鼻涕。好，再远 C 换血。大门想的不要去想着涨气，想着把血量能够尽可能的多留下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反向的飞檐疾风腿进行溜冰，最后残血落地这一波，反向的反转臂三 C。 好，三 C 跟上一发战役新手。这个距离太远了，每次陈文俊总想去来一个很远距离的跑抓，结果次次啊都没有算准。好，八神克里斯跟大门，沙蒙是先追回来一分，先跑一发后给。好，落地强行夺到了板边。好，
前冲，新人小逆向，战 A 虚晃一下，打的是等了一拍，好，最后五秒的时间，八神应该没什么作为了。前前想，其实他是想规划粘波的，结果板崎良是一个空中发波，前跑一下，好，前前葵花近身前冲圣龙，反跳 CD 落地，一波近身滑铲，好，最后一丝血，好，位逆向成功，这一次是自己没有算准了，他下次以为能够打到特里斯身上，没有打中的话会被来一个插合，前跑空中跳 C， 好，特里斯还上了一把小连段，哇，罗伯特这个跳 C 点得很亮，基本上每次都是起跳就按啊，去抢对手的起跳，好，前冲前前一个下力底半落地，逆向一个反转臂，前冲一番 CD， 好，站臂先跟上一波，后跳一下下 A， 距离太远，好吧 CD 直接弹死，刚刚不死的话大门也可以跟个战地啊，或者是跟个头上的地震，好，近身前走一波，哇，这个 Max 超杀，这样按的应该是 A 键啊， A 键的话掉血要多很多，多一个重拳，好，近身炸一下，前走一波跟反，好，双方暴气，最后这一下远 C 没有办法，刚刚跳的话不管点什么都是向杀，双方来到了2-2，好，现在这一把的话很关键，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沙蒙就是选择了板崎良以后然后连扳三局啊，我感觉上的这个角色对对手有毒啊，近身战兵八神，好，跳入之后直接被抓一发 C 头，好，一笔换位，前前想要来一发旋风，后走一发直接大葵花连上，好，起身不管了，干脆要一发小神龙，因为刚刚小神龙的话应该八神跳不过去的，好，落地直接被顶上，双方抬头，近身落地，这一下拼血没有关系啊，反正克里斯的血量是可以加满，好，近身 AB 打一个，哎，刚刚罗伯特6B 没有及时取消出来，好，克里斯捡回来一点点血量，空中来了一波反，来了一波反战臂，后撤战役封位，
等他一发直跳。哇，漂亮，三个千脚跟一个神龙，现在来到了沙漠赛点。好，全保金币，一波反正脚直接跳 CD 逆向炸了回去，大门两个战壁。好，放下位置。好 ，CD 接地震，三 C 最后一丝血。好，地头没有来得及拆啊。双方的血量一批多一点点，但是二批的话有资源，因为一批因为笑脸的关系啊，所以不传气。好，两气怎么打？前保跳 C， 落地超大外割，近身打个重拳，漂亮，下 A 直接单发确认，前冲。你想一个直跳地远 C 怎么打，刚到了板边，前前远 C 拍乱动，哎，这下上蒙太远了，哇，三 C 站 A 双蒙，好，都是一下一个前一个后，好，暴气选一下的伤害，最后这一下很关键，刚也能刚死，好，陈文俊在最后零秒的时候翻盘，好吧，这一下真的是太刺激了。双方萨蒙的话，他其实想一个滚啊，滚的话，然后时间正好到啊，然后陈文俊打他不掉血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下一场将会是陈文俊对抗叶枫，对，陈文俊一 P 对抗叶枫二 P， 好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好，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由于临时的原因啊，现在就赖霸先和沙蒙打吧，赖霸对沙蒙。好，由于现场选手有一点问题啊，我们先打赖霸对沙蒙的这一场。好，请两位选手上场。好，待会下一场将会是陈文俊对叶枫啊。
对，赖爸很厉害，确实很厉害。我看到过他拿过几次约战的冠军啊。确实没有想到他街机居然也这么厉害，因为我以前没怎么看到过他打街机啊，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看他打街机，因为以前他参加过的线下的比赛也是用网站。好，萨摩一 P，赖巴二 P，应该是下一把就要开始。对，萨蒙确实挺低调的，他其实不只是一个很好的选手啊，他也是一个不错的解说，担任过 TGA 的大赛啊。好，双方是直接开始。好，这一次的话，沙蒙直接就把板崎良上了上来啊。好，大影跳 C，直接一波大连段。好，小跳站 B 试探一下，哎，漂亮，这个超杀，直接快落地的时候被抓上了。前跑，下盘两点，钢器八神直接选择了下 B 过波。啊，刚才的一个反转 B 可能是赌八神 AB，前冲。一个远 C 的葵花，最后一次选。对，下一场叶枫，下一场将会是叶枫，没有关系。前冲，好，六 B，这一次没有敢赌啊，直接用谢枫来抓起身。芊芊怎么样？好，这是赖爸发现他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套路啊，大影跳落地之后，再一个小跳百合。可能，萨蒙通过刚刚的关卡发现了赖爸的这个习惯，也没有中。前冲，前接下 B，后走一下，站 B 试探性的发一下波。好，先跑，小影跳 D，双方拆头，拆头以后抢谢风，这一招应该没有办法破啊。他如果按什么键的话，八神如果是按 C 键的谢凤的话，无敌时间比较长，应该是都能抓上。好，近身强行 CD 取消波，前冲下 B 站 B，两次跑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打的是97吗？前冲两段跑，打的确实挺有灵性的，而且大门刚好不敢动。好，双方来到了第四小局。前冲大影跳 C，前等一拍。好，后走一下三 C 三 C。刚才这一下其实可以两个三 C 啊，再跟地震啊。沙蒙应该是没有做一个这样的准备。前冲摘新手，好吧。这一下没有办法了，自己浪了。赖爸率先拿下了一分。赖爸，我记得他好像也是全胜啊，就输给了小孩。他排名应该是排第二，现在的排名。好，双方的第一局，前冲跳 C 来一波逆向。不停的小影跳 CD，好，逆向三点，强制倒地，怎么压起身？这一次没有办法，像八神打板崎良的话，这种压法不合适，因为板崎良起身的时间太快了。好，下臂三点，直接收尾。下 C，一个延迟的真转拳，好，落地，第二时间中间闪装，升龙就是不让你出来啊，这个很明显。好，小影跳 CD，再一次弹到角落，跳 C 下一确认，CD 直接强行取消谢风，
这个上摩啊直接起身堵了，堵了一排成龙，前冲一拍，好后退一下，到之后再怎么打，哎漂亮啊，这一招最后八秒的时间，好八神最后废掉了两个气啊，保住这一场胜利。双方目前第三把，好前冲进地，三 C 跟一个站重腿啊，刚才可以跟摘星手加的机会更多一点点，但是沙漠应该是为了求稳啊，因为摘星手的话距离对距离要求比较近，前跑逆向的十连，好红龙一波前冲追一个远程的重拳，不断的占一分位，再一次升龙无敌波吗，好没有选择无敌波，选择能力向的一个跳压下逼关在本边，直接想来超大败哥，漂亮战役六A超杀结束，赖霸士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赛点，好还是一样的阵容，近身远 C 拼了一下血，但是这个明显是板气梁有力啊，因为他的升龙是倒地的，八神的跳速不倒地，前冲好再来一波后给近身持续站逼，后退一下，好刚下 CD 直接被点到了一个破防，不过这一下太远了距离，漂亮三点重反转重奖，好前前扎气，其实板气狼打克里斯的话正常的板气狼比较好打，发波的这个板气狼打克里斯没有独特的优势啊，因为正常的板气狼的话克里斯是不能发滑铲的，不能发这一招，板气狼有气的话可以取消，好果然啊直接下 C 直接怼死，好后影跳地前跑落地逆向反向开头，漂亮逆向的两弹飞行金风腿圣龙，对圣龙强行关在了板边，好大一跳截空，这个位置罗伯特没有气完了很危险啊，只能堵圣龙啊，这个位置而且堵不到的话破绽也挺大的，哇刚才什么情况，搞看一下刚刚的下一小局，刚才突然我们这边机台一晃吓我一跳，前冲小心跳地，点 C 先拍一下近身刘碧婷落地漂亮，这一招的话赖霸每次打的话都是最高伤害，刚刚啊罗伯特不死的话站重脚三 C 天地反，前冲一发站壁，小影跳先压一下近身天地反，大将会是陈文俊对抗叶枫，这是今天酒吧的倒数第二场，最后一场是陈龙对小孩，好还剩下最后两场陈文俊对叶枫，
好，现在是两位九七的选手来到了九八的舞台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对决。好，当然陈文俊是九七九八双修的，而叶枫是打九七主要。近身，好，下棋助词，好，前跑三点立向，好，后退一下，好，前冲一波两连拍，直接 CD 连点，好，选择了用四动作起身，哇，这个神龙已经落地了，所以才直接打满了三连，最后零秒。好，叶枫的神乐还是不错。好，前跑一波，关在板边。好，其实克里斯下次跟神乐空中拼手的话，神乐特别不利啊，因为他没有落地，克里斯还有一次折的机会啊。前跑一个滑铲，神乐一个半身位的时候助词啊，100%被滑铲打到，这一招基本上是破不了。好，先前下 C， 好，后退一波，直接轰落要到板边，但是叶枫的这个大门怎么每次上场他大门都是很酱油啊，选择赌个摘星手漂亮，好，加了进来，哇，精神战壁漂亮，又是一次摘星手，哎，后撤什么鬼，跳低站低跟假阵，跟个捡破烂也可以啊，捡破烂的话应该也死掉了，好，近身，好吧，三 C 结尾，双方大门对大门，好，近身正好，三 C 跟一个阵，两人来到了第五小局，但像八神打大门的话，跟九七的打法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一把不好说。前冲跳起打康，完了，八神这个位置很难出来了，下 A 选择天地反，前前 AB 吗？没有选择 AB， 选择了直接三四压起身，哎，漂亮，哎，逆向重拳跟波什么鬼，他以为打九七啊，刚刚以为是打九七，完了，刚才九七的话确实是这么连的，结果叶枫可能一时半会没有分得清到底是九七九八，好，他是输给了自己的经验啊，并不是输给了自己的手法。他刚刚如果是打九八的人，基本上应该是下 A 跟谢波啊，而不是重拳跟八波，就是九七的连法，当然影响不大。好，陈文俊率先拿下了这一局。好，叶枫现在我估计他刚刚的失误应该让他自己清醒了不少，所以这一把我们再往后看，前冲，好，助词打了一个向前的落地，前冲下击助词漂亮，直接发波磨死，啊，不是发波，发生龙磨死，近身三点打击头，神龙跟上，好，前跑下 C 则一个中段下 C， 好，一个三 B， 刚刚犹豫了一下，应该是犹豫了一下，想布阵又不想布阵，所以最后造成了自己没有输，他刚刚出布阵也要死，不出布阵也要死，因为陈文俊并没有刚 CD，
前冲，好，前前六 A 的一个雀板，好，落地一波近身，哇，这个摘星手叶枫两次了，这摘星手的话都是比较准，当然可能也是自己赌的。好，先跑走了一发硬直，感觉叶枫中了两次以后赌上瘾了，又赌了第三次，这轮就没有上当了啊。好，先跑直接下 C 复评一下，九八就一局了，就一局了，九八的话就下一把是成龙打小孩，打完之后就九八颁奖，再打九七的半决赛，然后九八打完两场半决赛之后的话应该是打街霸了，打街霸的决赛，再打九七组队赛，再打最后的决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看金身前冲战兵，好，跳起开连落地逆向 CT 地震，这个跳得太明显了，下逼爆气吗？没有选择爆气，青春战地，我感觉叶枫的这个八神可能要被关死啊！下一确认，这个大门没有用气啊，好的，我让死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叶枫打九八没有经验的话，八神真的是会牢牢的关死啊，因为大门在你面前就像一堵墙一样的，你不管是跳还是怎么样，它都有处理的方式。前冲下一根抓跳的话三 C 地震AB 的话也是会给对手送上一个很大长时间的硬直，陈文俊2-0。好，前跑进行不迟，好，后退一波选择了直接赌桂花，好，进行先拍一下前冲跳级不死，哎，这个连卡不太好，其实刚刚的话九八的选手应该是连下重拳六 A 然后再跟超杀，第一个角色打第一个角色直接超杀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封印之后他是出不了任何的必杀技啊，这很明显是一个打九八的习惯问题啊。陈文俊在最后打了一个小小的翻盘，前冲两个，好，下次两个三 C 地震没有跟上，好，后退一波战地直接弄死，前中滑铲又是摘星手，叶枫这个摘星手90%以上的成功率啊，基本上都会抓到，哇，这什么鬼，这个摘星手战逼踢晕了，主要是两次摘星手立功了，因为这个摘星手是有晕值的，有一定的晕值，好，前跑战 A， 因为刚才摘星手的话它不像一般的圣龙啊，它是需要预读的，不是看到别人跳再出的，但是先出啊，别人后跳这样子来的。前跑天地板，好，前前近身，好，后退一波，近身前冲点一个战壁，哎，超，好吧，双方都有失误，前跑，好，近身一个下地。地震啊，不需要地震了，出不来了，八神对抗大门之前被搬掉了两次，但九八的八神不应该爆气啊，爆气的话意义不是很大，因为爆气不太好去连招，漂亮，升龙升了回来，进身战地，
好，两个中奖。哎，我陈文俊战逼三 C 超杀，三 C 没有出超杀出了，本来死掉了。叶枫深吸一口气啊，还好还好。因为刚刚大闷的高点跳低的话，八神是不能刚 CD 的。双方正式开始。好，最后关在板边，落地两连平开。好，后退一波，近身落地抢重拳。哎，刚刚的谢峰没有出啊，刚刚应该是八神想要抓前中，小影跳 C 死了，葵花。好，后退一下，前冲一波，直接三葵花跟上。又想来一个这个摘星手，叶枫刚刚摘星手的话获得了不错的回报，但是到了这一波，哎，跳跳，每次的跳低占地以后什么都没有跟啊，叶枫他难道是想跟别的招吗？感觉他打得有点乱啊，但虽然赢了一分，但打得说实话真的有点乱七八糟的。这就是九七九转型九八的一个后果。好，杰森龙刷一发下 C 确认一个六 A， 漂亮。好，金人前冲暴气，应该想要一个 Max 的必杀，近身后退一下，千万不要让大门接近自己。刚说完三 C 震，这是一个换血的套路啊，他就想自己逃出来，就不在板边，对吧？好受一点。站点葵花，站地先拼一下。后走，最后大影跳 CD。那么恭喜陈文俊啊，拿下了这场比赛。最后的话是陈龙对抗小孩，九八的最终场，小孩目前冠军，如果赢了的话冠军就稳了，目前也是排名第一啊，所以他几乎三个项目都是冠军啊，街霸五十四还有九八，也是这一次比赛的最大赢家。二哥其实也是赢家，二哥的话现在九八啊，不是九八，九七已经进了四强，然后十四拿到了亚军。好，一批是成龙，二批是小孩，所以要换一下按键。好，双方换一下按键应该就是可以开始啊。九八结束之后就会是九七啊。这边再一次说一下九七的选手，黄姑、叶枫和池灰灰四位选手打比赛。答案九八有一个颁奖，颁奖之后九七将会是他们猜拳啊，决定一二批。因为昨天是王者赛啊，是四个王者拿到一批，但是今天的话会是由猜拳决定。而且抢十五的话会换 P 啊，到八的时候会换一二 P， 到决赛的时候，前面抢七，季军赛抢十，决赛抢十五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半决赛啊，当然要等这个酒吧结束。之前我问了很多朋友，他们说皇姑可能冠军啊，但我表示打死我也不信哈、啊，啊，有这个可能性啊，但皇姑要赢，要赢，就他赢了辉辉以后，要赢叶枫跟辉，要赢叶枫跟辉辉的，就是皇姑要赢叶枫跟辉辉的话，也是比较难的，比较有难度的。如果能够赢了二哥之后的话，当然四个人谁也说不准。好，成龙的小孩，现在这一场的话是正式开始。麦卓对八神。好，开局一波跳入，这样子麦卓被关在了板边。好，前跑 CD 跳低，有很高的晕值，晕了，没有办法。哇，这个摇得太快了，我刚刚看到了画面的晃动了。这是成龙开始摇，摇得手速太快，不过结局还是没有改变。好，火舞啊，不是火舞，神乐对八神。开局他的板边，好，两点发波，直接麦若又是很高的晕值，成龙要注意了，对，赶紧用一个成龙堵了出来啊，因为刚刚再来两次连段的话就要晕。前冲 CD 直接取消，好，下一试探性的发一下波，后退一下，下 B 直接成龙两连。近身前冲战 B， 小孩这个圣龙的反应真的太快了，真的是火星圣龙啊！每次别人刚跳，他圣龙已经出了。好，前冲一个赖落，钢气把距离弹开，哎，前跑了一下，这一下轻脚其实是方向没有转换过来啊，转换的话虎舞应该是中了，直接起身一波反转拳，漂亮。先前一个垂直跳的赖落，好，正好是骗对手 CD 反啊，好，有机会，没有算准他收到的时间，那么神乐不客气了，直接一套最高双手的连段打满。哇，这个小孩要秀啊，下盘三点，不死的话可能会封印的超杀出来了。刚才如果不死的话应该是双超，应该是双超杀。好，双方的第一小局，近身前跑一个六臂，好，前冲一波落地葵花跟上，好，再一次炸气弹到了板边，好，第二点清泉没有抢过，直接包括封位，重冲一波，再来一次升龙给了回来，最后一次血，近身一波小心跳住词，前冲塞顶到一波五连，选择了小孩很机智啊，直接选择了后引跳，他这是卖血啊，就是不给你中的机会，不给你二字的机会，
反正起跳也就中一丝血，后跳一波，好下臂直接成功发波跟上。哇，这个反向回挖，刚刚小孩的后后应该是想一个后后百合折啊，百合折没有点出来，啊，当然点出来也要中这个神龙啊。好，前跑小三连近身助词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好，近身虚晃群众助词，再来一波下盘，下盘两点，好，这次没有血，现在小爱已经拿下了两分。刚刚是位置没有算准，哎，小爱果然想，但是刚才那下真的是浪啊，因为后后百合的话打别人蹲子打不到，近身大引套 CD 关在了板边，但是八分血多，他也是表示无所谓，前冲女士的一发占地，好，后走一下最后一波十秒钟之间，漂亮死了，因为小孩是个高跳麦卓，想要抓一个 C 头，好，前拳重拳群月英，零点发波，后退一下，现在火舞的话血量真的已经不多，漂亮，哎，晕了，这个前面没有看出来怎么知道的晕值啊，不过啊，目前都是小爱的赛点局，小爱只要赢了成龙大哥就会获得比赛的冠军。好，刚说完啊，布阵，好，结束了。好，恭喜小孩夺冠，小孩这一次已经是参与的项目。